場比賽的決賽參賽者啊 ，rap 嚟㗎呢個。聽個名都知道係好有實力嘅一班歌手啊！好勁啊，好多嘅猛人啊！一陣都會。不如我哋邀請嘅話，同我哋傾下偈先啦。好啊，我哋不如叫 Charles 出嚟先啦。仲有李子傑、鄭雅妍，同埋我哋嘅同我哋嘅張婉欣靚女出嚟啦。喂 ，hello， 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撞。喂，我哋个台都几大吓，我哋可以喂倾企埋啲啊，我哋倾下偈先啦。嚟，第一位佳丽介绍下自己先啦。喂，介绍下自己啊，真系。大家好，系大家好，我系嚟自中文大学嘅潘国昌。咁我今日要带俾大家一首歌系许廷铿嘅《买》。点解呢？有冇解释噶？你之前系咪、這個、你系咪初赛唱过呢首歌，跟住好好听，所以你再唱啊？好好聽就唔夠膽講啦，但係我第一次首歌本身好好聽，係本身首歌好聽，咁我第一次比賽嘅時候都係用呢首歌，所以揀呢首歌係咪有特別原因啊？一係送俾啲咩特別嘅朋友啊，定係有啲咩意思喺入邊嘅？唔多講啦呢啲，講呢啲咁大家就知道有啲咩事喺度啦。喂，咁下一位咧，下一位介紹下自己啊，跟住落嚟會帶俾大家啲咩歌曲？Hello， 我叫李子傑 Lewis 啊，咁你介紹翻。我係鄭雅妍啦，咁我哋兩個都係嚟自中大嘅。你哋今晚係以一個組合嘅形式唱嘅喎、唱咩歌呢？咁我哋會唱王菲同埋陳奕迅嘅《因為愛情》。咁點有冇原因㗎？揀呢首歌？都冇原因，都冇原因，純粹係想唱。因為愛情喎、啊。咦？因為愛情喎、啊。起，有啲突破盲腸嗰啲嘢。係咪？我即刻搞冷咗個場添、啊，我都係交翻支麥俾你哋。之後咧，仲有冇嘢講啊？你哋冇啦。好，下一隊。好，跟住就係我啦。我係嚟自城大嘅張燕欣 Teddy。咁今日會唱嘅歌咧，就係嚟自 Dua Lipa 嘅《紅色》。空色啊，好過咦？點解我把聲每次揸麥都唔同咗咁樣？因為你越嚟越大聲。我越嚟越大聲。好啦，你哋聽講你哋呢、這個你哋係決賽嘅參賽者啦。我哋嘅決賽會係幾時啊？可以介紹下啊嘛。嚟。咁我哋 RCMB 大專聯合歌唱比賽2018嘅決賽係7月13日。咁我哋喺麥花臣。舉辦嘅，哇，犀利喎！喂，聽講你哋依個決賽仲有一個網上面嘅投票嘅喎，點樣投票啊？係啊，咁我哋係你啊，輕鬆嘅呢背景音樂嚟，係啊 ，OK 啊，講緊決賽嘅咩？決賽就輕鬆啲啊！咁我哋有個相關平台啦，咁俾大家去為我哋咁多位決賽嘅參賽者咧一個投票機會，咁我哋可以藉呢個投票直入去呢、這個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！哇哇，我點樣可以喺呢個專業度投票先？咁咧，大家可以留意翻 Facebook、IG、follow 翻 ICMA 大專聯合歌唱比賽嘅專業，咁就可以有相關資訊。大家聽完你哋聽完咁多位參賽者唱歌之後咧，一定要即刻上網投票啦！好啦，嗱，我哋真係唔好講咁多，聽你哋去表演好歌好唔好先？嚟，大家俾啲掌聲，咁多位參賽者。嚟，我哋交俾我哋第一位，我好中意你个名字 ，Charles， 特别有意思啊，查理斯王子。Thank you。好，咁讲多次啦，咁我系带俾大家买，希望你中意。
睇嚟我又要講嘢喺呢個空場嘅時候，好彩我係 Teddy 啊！大家今日我係唔會唱歌嘅，但我會彈吉他。我哋有請下一位朋友出嚟唱歌嘛？下一位朋友去咗邊啊？嚇 ，Teddy 把聲都沙埋今日。Hello， 誒兩個人喎，兩個人得一支麥咪好尷尬。啊！喂 ，testing。係啊，俾我嗰支。喂 testing 喂誒佢就好中意陳奕迅嘅，咁我啊好中意王菲。你係全班王菲？唔係，你係崇基陳奕迅。係啦，我哋點解嗌崇基呢？就係我哋都係中大嘅。咁佢咧，佢頭先咧就太心急啦，所以冇講自己叫咩名。咁你依家講下自己叫咩名咧？我叫 Lewis。你講咗啦。係啊。好啦，咁我哋講，我哋唱啦，好嘛？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破冰。虽然会经常忘。我依然爱着你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
着你。随时可以为你疯狂，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，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多谢。咁咧，我哋咧就会7月13日咧喺麦花臣咧决赛嘅。咁大家咧到时咧记得要投我哋一票。多谢。多謝曬你哋帶俾我哋咁好聽嘅《因為愛情》啊！因為愛情，梗係啦 ，OK 啊，我啲中文 OK 啊。咁啊，我哋唔好俾佢停啦，幫我哋介紹埋頭先都出過嚟嘅第三位嘅單位啊！冇錯啦，我已經好記得佢要唱啲乜嘢歌，呢首歌好歌《空城》啊，一首非常之好聽嘅歌曲，交俾你。Thank you。咁咧，今日係我。人生第一次出嚟 busking， 咁所以咧，如果陣間你見到我隻眼望住嗰度咧，咁你就知道我一定係唔記得咗歌詞。咁呢一首歌就係 Dua Lipa 嘅《空城》，係我第一次唱嘅歌，希望大家中意啊！When the rain stops and dawns
you. Oh, I wish I was there with you. Thank you. 非常之動聽嘅紅色噶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呢、這個參賽者咧，佢帶咗一首我好中意、好中意嘅歌曲，大家估係咩歌？誒、啊，咁樣應該係估唔到啦。冇錯，你係張敬軒啊，一首比較舊啲嘅歌曲《酷愛》，大家有冇聽過先？嗱，大家俾啲掌聲啊！一定有啦、啊，俾啲掌聲下我哋參賽者啊，去為大家帶嚟呢首《酷愛》啊！九七九八啊，有請我哋出嚟先啦！我哋一聽呢個詞就已經知係咩歌。系，诶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大家好，我哋系 ICMA 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嘅决赛参赛者。我系九七欧庭君，我系九八黄乐谦，所以我哋系九七九八。咁今日咧就带俾大家首我哋偶像嘅歌啊，系啊，冇错，张敬轩嘅《酷爱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Ooh.
接下來我們 ICMA 大專聯校歌唱比賽呢就會在7月13日進行決賽的，就在麥花臣那邊，好，交回台給你們，多謝曬9798啊！咁我哋都一首紅愛啊，非常之好聽啊，係都喂，我哋嚟。